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明浩，我在电影中饰演的是高斯林这个角色。是一部青春的魔幻题材类的电影，高斯林就是一个接近于比较理想状态的一个人。我觉得他真的很惨啊，各种虐待啊。希望这个不会成为他的阴影。把他扔下水，然后要绑个什么重的东西沉下去，是很危险的。水里面，雨里面，冷风刺骨中，他都是永远穿着短袖陪伴着我。我觉得投入在自己的角色当中不辛苦了，因为我就希望能够把这角色饰演好。比如说像跳水，真的觉得那一镜头跳的不是很完美，这个人物呈现的就差那么一点，那我就再想跳一次。今天是你第几次跳水？60次。我好紧张啊！1、2、3，走。好好好，好，停。